真好，赞赞赞赞！阿狗啊，到底嘛是咧好耍咧赞啥啦？好啊，来，你家己看麦，咱拄好开幕尔，你看麦，生意有遮尼好，我讲我会讲赞吗？阿狗啊，你莫欢喜伤早啦，今仔日吼，大部分拢是来捧场的呢。这叫做好彩头啦，咱一开始成绩有遮尼好啊哦，安尼哦，就表示咱以后一定大赚钱。我今日哦，都有听遐人先生讲嘞，因讲哦，对咱这产业叫海钓鱼哦，形象真好嘞，啊，后面嘛真好诶，啊，伊嘛讲吼，伊若有闲哦，一定过来恁家吼钓鱼呀啦。包娃娃诶，有听到无？做生意会做到让人去学了，就表示人去以后会过来甲咱捧场。无论咱怎啦，我这赌一定爱挂甲赢啦，生意一定爱做起来啦。对，只要恁家查某人一支嘴，慢慢细细念。该做恁的工费，做恁去做。我叫你安怎做，恁就安怎做。我会趁钱分开。阿狗啊，凭良心讲啦吼，你伫五村海钓场做遐尼久啊，啊你看咱今仔这种场面吼，敢会比五村海钓场较差？当然嘛袂。你也看卖，今仔一半较假，拢是新人客呢，就表示这新人客对咱三桂海钓场有信心，唔再来甲咱交关。我今仔知影做头家为什么这么好做。阿狗啊。敢真正安尼？啊！你之前伫你三爷做的时阵，敢拢唔捌看过像今仔日人遮尔济哦？啊！阮你上迄个人哦，遮尔硬长啦。有当时啊，我问阮人客今仔有偌济，伊我阿问伊拢无要甲应的，甚至伊生意好，伊嘛唔敢互我知影。啊！这就是叫贵伫咧讲啦，赢叫如果当面皮，迄就是赢叫给人知啦。哦，今摆咱咧开海钓店，你若只要保持安尼，大赚钱就是。我是人，你莫来看我。阿狗啊！我这个碰风就你搞碰风啊！你比我较搞碰，头一工尔啦，较实在啦。啊，我已经足实在啊！你无听人讲，咱做人的这个眼光爱看较远，你家己要有信心。碰风的啊！哎，虽然讲吼，阮阿狗啊平常时哦，迄支嘴哦上爱连笑的，啊，不过吼，伊这个足认真的啊，我相信伊哦，一定甲咱三条叫海钓场吼，搞甲舒适舒适啦。我就是对恁阿狗也有信心啦，我会使投资这个海钓场啦。啊，无阮碰阮就伫营地啊吃土路好好啊。啊，我伫草尾啊面上，遐每一个月做薪水，人讲你啊，我哪有遐这个鸡要喘？碰碰诶，碰阮诶，恁对我有无唔对啊？明年诶今仔日，我保证恁赚钱，互恁大家大富大贵，互恁起大楼，出门诶西面路，手带路咧去顺，别底啊地信用卡，逐工三日路，如果互恁万事顺。我你找什么叫做好业人？萱萱啊，啊你的功课还在写哦？我比我功课写好啊。你功课写好啊？啊你拄只特别在写啥？妈咪叫我爱家己自习。哦，安尼啊。萱萱坐伫遐无代志。我叫伊爱自习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哎，文英啊，啊，时间无早安尼，萱萱明仔载搁来读册，你下班来还袂整理好吼，明仔载才来整理啦，咱来转啦。我是咧看今仔日的笑吧。现在行李哪会差这么济啊？甲普通时啊差偌济？减差不多一半咧。减遐济哦？啊，可能是吼，因为到这个人三六九海钓场今仔开幕啦。啊！一寡咱海钓场的人客过界捧场，所以讲吼，唔只减遐济。哎，那你先讲起来，到这开三六九海钓场，对咱的生意是有影响的。有嘛是这两天啊，尔啦，过几天啊吼，我相信这个现象就袂去发生啊。爸比，到这讲无爱来哦。哎，萱萱乖啦，恁到这讲啊，这么好，家己开海钓场咧做头家啊呢。爸比看吼，以后会较少来咱海钓场啦。哦。文玲啊，你别烦恼啦。咱五村海钓场的客户足死忠的啦，袂因为到这啊开海钓场，啊就将咱的人家抢过啦。反正明仔载，咱海钓场生意就足好，人家叉叉叉。阿妈，阿弟，你若无你困，哪会走出来？妈妈，我就是珊珊姐姐。阿弟，不是讲你收尔，
安那来想？嗯，珊珊姐姐当然看咱的。会啦，珊珊老爷们都来看你哈。阿妈，珊珊的太奶袂记得早起。你看哦，阿妈食老记疲惫，这太奶煞袂记好早起，是真无路用啊。珊珊若是无太奶，伊暗时才睏得去。阿妈，咱即马去找珊珊好无？免啦，今仔趁得遐尼久啊，即马珊珊去离新爸爸遐，咱也买新的好嫁啦。今仔趁啊，咱老爷做纪念好啦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爷爷伊啊，大事大条咯！你甲看卖，珊珊即马去予社会局，掠去叫伊个寄养家庭哦。啊，问题这佩佩甲伊阿弟啊嘞，因从基尾，因的命运是毋是甲珊珊共款啊？佩佩已经大汉啦，伊佩佩即马即个年纪是已经免受到儿童保护法的保护啊。啊，若是阿弟啊，卡苏脑适当的寄养家庭，社会局的人赶快安排伊去。系咯，啊是讲，初辈啊正经遐嘴重嘴有咧讲啦，伊讲想讲要去甲领养个阿弟啊，啊等下互阿弟啊做因阿强的小弟，敢袂用个？初辈已经太老啊，莫讲初辈阿爷，连大兄你嘛无够资格领养阿弟啊！唉，我知我无迄个资格，啊，不过嘛要紧，有影帝一定有资格领养着无？你唔通袂记，你有影帝还袂过样呢？伊同款无够资格领养阿弟啊，但是若要领养，会用个。你懂不懂啊？好啊，无你讲我听。吼、哦，那个领倒来采用，跟领倒来采用，啥无敢讲啊？领养就是住伫咧身躯边，甲当作囝同款伫咧照顾伊。啊，若是领养，回到原来所在住，只要你逐个月寄钱去，回做生活费甲教育基金就好啊。啊，你袂通啊，你袂通。吼、哦，哎、欸、对无，啊，咱咱钱哦，我摕好开，啊，结果伊大汉了哦，嘛唔知咱生出硬啊变啊，唔嘛变啊，安奈对？老伯啊，做善事是无咧求回报。哎呦呦呦呦，这袂记哦！你是哦大大慈大悲，你观世音菩萨哦，你救苦救难哦，无好啊！阿弟啊，你甲领养起来啊，你逐个月照时间寄钱给伊啊，吼！阿玲个妹，我无爱甲你这个食着凡间个老大人讲话啦。是讲阿姨啊，啊那阮天上啊，甲月英个两个阿母，应该有迄资格通啊来领养阿弟啊。那天上甲月英啊，干那生小生一个查某囝尔，伊两个若要领养，当然是有够资格啊。困懵困嘛咧含面啊啦！你嫌久啊，哪有可能去领养一个囡仔转来饲啦？伊即时也无可能去采用别人囡仔啦。代志到这来，干那剩上尾一条路，行着去啊！你嘛是有咧讲出入内外的人，不过去安尼啊，你甲阿爹哦，你起来做后生。我袂嫁啊，我感觉无够资格领养阿爹啊。无感觉你只是想要买嫁，你是闲啊袂碰。你烟阿婆，我吐水都甲加落去啦，对无？小平啊，这世人我对查甫人已经无兴趣啊，感情的代志我嘛早就已经看破。莫来这套啦，我看你这阵仔拢在外口乱乱说。哎呦，我这男朋友就住在这附近的。小平啊，你莫当我袂讲哦，我这阵仔是因为在无闲生产代志，所以才常常出去。你阁当我袂讲哦，我先甲你避免哦。小平啊。用饭加食寡，用话减讲寡，啊那无哦，真正你会惹阿喜个生气哦。我够讲唔对，这个世间有天就地，有阴就阳，吼、哦，有查某就一定有查甫。哎对，阿恁这都唔信我对无？啊，独有一个可能，你同性恋哦。臭肥呀！神经病，歪头你。生气了，你瞧瞧，我就是伊要跑，我就惊。莫怪伊生气啊！你无听人一句话伫咧讲，惹嫌惹好，千万唔通惹到赤查某。囡仔，无闲咯。哎，胖爷，来，咱食水果啦。哎呦，胖爷，啊，等你今仔是安怎啦？那雄雄想着要买水果来阮食。我拄只吼，就带阿强去上课啊，啊经过菜市啊，看人咧卖水果啊，我有甲试食呢，足甜的哦，专工买来互恁食的啦。谢。放风去啊！哦，你安尼放风都歹势啊。哈是咧歹势啥啦？啊，拢讲家己的呢，恁尽量食，啊，若介意食，明仔载我再搁买来。放风去啊！
啊，咱即马吼新起起做头家啊，一出手吼，甲较早拢无共款，加做大号的哦。我今日来哦，是专门来你说多谢的啦。啊，昨昏三六九海钓场吼，啊一个开幕，啊拢去红捧场呢。哇、哦，啊规个足闹热的哦，啊，阮的生意安尼强强滚哦。迄是捧红鱼啊，含高一人哦，平时做人太好个啊，啊，大家唔只也要去捧场哦。哎，捧红鱼啊，我看这办事吼，你甲高一合作做这个海钓场的生意吼，一定做啊真好哦。啊，够你拼的啦，你放心，我若是趁钱哦，我一定会感谢你的啦。英弟啊，伫咧办公室内底哦。嘿啦，英弟严家哦，伫内底咧讲代志啦。啊，伊若咧讲代志哦，我就袂去闲吵啦。无我要过来三六九海钓场嘛吼。哦。紧食啦吼。好。哎嘞，阿鲁那边啦。无麻烦一下，英弟若出来只讲一下啦，讲阿强若下课吼，我会去接伊啦吼。好啦，胖阿姨我知啦。好啦，我要来吼。好，顺行顺行顺行吼。胖爷要倒啊？放鱼啊吼，伊讲伊要先等伊三六九海钓场啦。啊，又讲阿强若下课的时阵吼，伊会过甲带。兄弟啊，高，这出锅吼是放鱼啊替来的啦。讲食甜嘞，恁试看卖啊。多谢，无恁食啦，我够有代志。兄弟啊，对方哦，我会甲伊联络。啊，若是无啥问题，我想应该这两天哦，我会去大陆一转。好啊，啊无看哪，咱就过来了。好，啊无请来。我拄只哪会听嘉宏讲伊要去大陆？嘉宏讲，即马咱台湾的水果伫大陆有开放，伊想要过去直接看卖。哦，嘿，安尼袂歹哦。这趟生意若是讲有成哦，咱公司要加一条收入物咧。我想应该是无问题才对。赞了赞了。啊，拢阮朋友啊，阿东啊，你菜市啊开干吗店的啊？我你去送豆拄到伊啊，伊讲要来遐钓鱼啊，我就改来啊，你咧。哦，欢迎欢迎欢迎你啊，胖弟啊！哎，阿弟啊，你啊趴坐，你啊趴坐，趴坐趴坐趴坐。豆莲啊，哦，你即个个交朋友来讲胖弟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小等下吼，我即一盘水果吼，我含一盘鱼啊，特别招待你。干不了，这这这这，行行行行。哦，你有看，大头家来甲咱捧场的呢。嘿啊，开幕才几工尔，就这么多人客啊，稳赚的啦。咱海钓就伊要做些赚钱，赚啊油细细啦。小天啊。小天啊，太闹天啊！天上啊，你这大声要创咩？上班上班，你看十字，即马上班时间你知影无？歹势啦，我想讲阴影啊，网点啊看。啊，今日是做几支啊？八支。八支？佮即马才做八支哦？唔相信，你点人头啊？小段，你食。有影，生囡仔这呢歹，无要紧啦，你背吼就是疤啦，疤可能会发啦，柜台顾好啦，莫阁看十字啊啦。好啦。来，林嘉宾啦。不要紧啦，我请你的啦，我请你的啦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啦，我请你的，看到吼，吼。喂啦。
啊，你来车钓客啉饮料啊？今日咧落雨，鱼也较袂佳啦，请人客啉一挂饮料，小简单打一下。啊，人若加着一挂，咱嘛赚较济啊。讲了有理哦，原来啊，讲起来是你比我较好做生意。我唔是比你较好做生意，我是比你较好烦恼啦。人客已经足少个啊，咱若是阁无甲人客留好条，剩无几个人伫咧食钓鱼。安尼人就会想讲哦，咱这鱼也袂干，人就愈袂来啊啦。人的心理拢是安尼啊。原来啊，啊钓客本来吼就比较较惊心气孤啦，到一个人三六九海钓场呾开幕尔嘞，会大放鱼嘞。啊钓客就咪讲去遐钓较会干，所以拢走去三六九海钓场遐钓啦。你莫呾自我安慰啦，人客走，咱家己爱检讨，是安怎人客哪会走就无搁转来？这是咱家己爱检讨的所在，你敢袂用靠自觉个哦？啊，是要有啥物自觉啦？就是爱家己检讨家己啦。看是安怎人客走去三六九海钓场了后，就无搁转来啦。到底三六九海钓场吸引人客的所在是伫个倒位啦？我知影啦，生理场敢若正常嘞，落来吼知己知彼，才会百战百胜啦，对无？莫跟人乡吹鸡吹啦，爱会乡做啦。哎呦，珊珊阿妈，你变啥呢？啊，你甲有出来去佚佗倒转来啊？我唔是去佚佗啦，我是去捌你迄个廖中庭庙遐拜拜啦。啊，哎呦，啊，行行去啊，你恁兜带点。哎呀，啊，就陪陪去读书啦。啊，我出来做工课，啊，伊也惊讲阿弟啊，一个伫咧找无伴，唔知怎样陪伊。哟哟哟！阿妈，哈，甲你做问者吼。哈。啊，恁珊珊去用带走。你真艰苦，我是真唔甘的啊！素皮，你嘛是做阿公的人，你甲想看，我准是你的孙向带去，你敢袂唔甘？就唔甘的，做个你社会教育我嘛无良心的嘞，对不？你就啊，伊个人家庭跳线，伊敢袂较爽快？是讲政府都安尼规定啊，嘛是无法度。啊，对不起，阿舅。法律死的嘛，这人活的对无嘞？政府若真正有心要甲你斗相共，伊就拨一条钱，互你去生活，对无？谁一定硬要甲拆散？可能伊是想讲，我食这么多虾啦，什么时阵要死嘛不知，是先替我遐孙哦，打算伊的出路啦。政府若真正要照顾老百姓，有这么多方法滴的啦，非滴哦，我看伊甲你拆散，我感觉伊唔对嘞。错别。和你安尼讲咧，到底我真是煞咧烦恼。阮珊珊，伊去迄个新的家庭，甲因住做伙，唔知会惯习无？唔知有法度通适应无？绝对无法度的，都卡住想嘛知影。